大锅里红白小汤圆煮到又胖又圆，膨胀浮出水面，加到红豆汤里，这一味冬至必吃。你要这几样备着，就手工自己做的。汤圆老店前民众排队抢买，而内场员工不停把小汤圆装进塑胶袋，还有人忙着搓包馅大汤圆。他们提早都来订啊，订了很多，招牌就是肉的。芝麻花生都是吃汤圆象征团圆，也有民俗专家认为这一天很适合到月老庙求姻缘。祖堂天前还亲切拜月老的梦，庙方提供简单贡品方便民众拜月老，但也有信众很搞纲，自备红枣枸杞桂圆来向月老祈求。你要去找一些吉祥物，吉祥物代表说有吉祥的，有谐音的，这些甜点月老吃到了，他就知道说哦，我知道你是被爱情填满，然后送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一半。拜月老准备生汤圆，十颗大的象征十全十美，小汤圆红白各半，表示成双成对。月老前的供桌上几乎都是甜食，先用糖果填月老的嘴，拜红枣枸杞祈求姻缘早来，鲜花开花结果，汤圆桂圆则是缘分圆满。求好的时候，你可能要给他把杯，给他求一条这个红纱线，你可以带在皮包里面啊，或者可以绑在你身上啊。而求来的红线记得要过香炉三圈，另外也能准备有绿红白黑黄的五色线，贡品准备齐全更显诚心，让你在冬至这天拜月老更灵验。记者谢俊忠、洪俊伟报道。